记者钟志凯台北报道，台视除夕特别节目2018超级巨星洪白毅能大赏13日在台北小巨蛋盛大登场，国宝级人物歌仔戏天王杨丽花与陈雅兰将率领子弟兵参加。杨丽花团长表示，好久没和观众见面，主要是想透过节目跟观众们拜年。杨丽花这次会破天荒答应出席红白，让很多人惊讶不已。一来因杨丽花已有数十年未出现在综艺节目中，二来因她正如火如荼拍摄忠孝协议，再接着盛大活动，让她与陈雅兰都需展现分身术，一边忙拍戏，一边要带领12弟子排练演出。至于当晚杨丽花与陈雅兰会带来什么表演，杨丽花笑说，你们看了就知道。陈雅兰则小小透露，绝对是经典再现。杨丽花团长又和陈雅兰将录2018超级巨星洪白毅能大赏台视提供。